啊？你喺度做乜嘢啊？咦，你又喺度嘅？冇啊，我過嚟揾我啲 friend 啫嘛。你咧？我又係喎。咁樣齊上去啦，齊上去啦。哇，咩花嚟㗎？咁靚嘅？呢个究竟是什么花让黄鸿斌这么惊艳呢？哦，原来它就是仙丹花了，因为它花期很长，而且花上的牌子相当美观，所以最常被用作盆栽来美化庭园。解啊，我为什么你现在变到这样，我觉得你以前不是这样，你以前这么美丽动人。这个究竟是什么花，以前又是什么样呢，令到另外一个这么伤心欲绝。哦，原来它就是南美牡丹了，它是借钱，这些花是紫色的，而且很多好物，它很适合在城市园林绿地中应用。我当你是兄弟，我先过嚟睇下你啫。想当年我哋仲系兄弟嗰阵时，我为你上刀山下油火，你而家当我干丑牛火啊吓？呢个究竟系咩花？又让黄鸿斌火冒三丈呢？哦，原来佢就系炮仗族啦，因为佢花嘅形状似炮竹，所以得如其名，佢多用于观赏盆栽。你而家咁高嘅，你唔好喐啊！你冇以为你高，我就打唔过你啊！你留喺度啊，放学等你啊！你唔好以为你高，我打唔过你，我唔系惊。呢棵植物究竟系乜嘢会挑跃到梁海哥呢？原来佢就系大名鼎鼎嘅水牛草啦。咁水牛草对于治疗咳嗽啊、喉咙痛同埋血液回圈咧失调咧有很好嘅效果，并且特别符合男性肌肤嘅保养需求。好叫我肥咗，我话食咗未啊？你食啊？唉，听日先啦，得闲饮茶，系咁先啦，拜拜。呢啲又系啲咩花可以同梁海哥倾到咁日常嘅嘢呢？佢就系杜鹃花啦。咁杜鹃花有行气回血、补衰、治疗内伤、咳嗽、肾虚、耳聋、月经不调、风湿等嘅疾病。所以佢有比较高嘅观赏价值，喺世界各地嘅各个公园都有栽培。哇，做乜嘢咁开心啊？唉，梗系开心啦！咁多年冇嚟。你咧？你又点啊？哇，我都系同你觉得差唔多啊！佢真系靓咗好多，变靓咗好多啊！啊，唔好讲，我阿妈搵我。系啦，得闲饮茶，得闲饮茶，拜拜。